的反应。有你呢，晒热了，晒熟了，哎呦，真的，晒热了。他其实，他其实马上吧，六月上旬，他那会有很多客人，因为他因为每个升学季，他那边会有一个中介给他推几十大几十的客人。他是有的，他也不用我的，他有是有，但是我太热了，都快晒伤了。这是还没好，赶快，好的。看到没有钱。人着呢，你再讲讲。没有，我这没事，你就该在厦门站，你在厦门站。厦门中心那个火坑那个。你没说你有事，有没有？够了。他担心，你说什么？现在他们说我刚才我跟你两个说的，你讲的吗？刚才说的。就重新就喊就给我小五，还给我客人，让我对应一下。试一下熟了没啊？他可能觉得是我带你。出来可以伤害到的，我先跟他道别。不是我不要你。好多人他们都吃完了，这样是不是还行？这样好看吗？傻傻子，赶紧跑！我当时卖也就一千多块钱，四千多，大哥，这是皮子，原价就四千多，好不好？我看人民币。没有，那也没有。一开始刚拿出来的时候，飙到了。七八万日币吧，现在多少钱？现在不知道，你买拉不满？你买不到。我现在要收到，就归我。没事。大别的。你自己再去拉个满。大别的，那我先拿回来，你再收。有的是，淘宝也有。不是这个啊，就是一模一样的。不，就藤原浩嘛。有可能是毛绒的，不是。下回藤原浩跟我一块吃饭，你去。行。没跟你开玩笑。那我太感谢你了。不。金针菇头呢？以前玩的时候，像什么那个陈冠希他们，都是后辈。牛的那样，他要拿个洗锅，就洗了。不过现在人家说的就很绝了，是吧？真的就很绝，拿这个刷也行。不刚刚好吗？为什么我总是给你们讲真话，你们都不信？都亏。我也不起这样。尝尝这个芒果可好吃，你给他们留。能不能给我？我下回把藤原浩给你。尝一口，真的很甜。看着就甜，我给他抓。你把藤原浩给我。最主要，你知道这芒果多少钱吗？税算上税才多少？有刀有刀。三百刀。刚好有刀。不跟你，那个刀，骗子，越生嚼的。太长了。还有好多，不动产有潜规则，你不知道吗？是不是很好吃？不
你得去跟他多问，然后就刚才他们去买这些肉的那个地方沟通一下，就是省落钱。鱼头店，鱼头店，再往下就没有钱。鱼头店是叫牛头店？对啊，连锁。对，是连锁。差不多，走了刷卡。啊？快快快，跟一个那个。跟一个地方过去。没有被开发，因为三个人，他在走到旁边那个站在旁边，我给那个站在旁边那个。开心吗？不喜欢动，来吃一下。来，我和山给你吃。就那个叫什么的，做一顿。全吃虾的。别吃自己的。就看你说将来我没有吃完，叫一下他。不是你把小孩玩具给抢了呗？嗯，是把小孩玩具给抢了吗？来，宝宝，来吹一会儿。哎，这太爽了，有个这个太有氛围感了。什么时候呀？双子。帐篷挺好搭的，三五分钟就搭了。我以为这儿待着呢，这儿连钱都不要，还给你带帐篷。然后旅游可以，天气好了出来这个。我刚才跟他们商量一下，准备我们把帐篷就放这儿，中午路过吃个饭，放这儿，这个月就放这儿。别找了，我这刚拿了我的话，累吧，鬼呢？什么鬼？所以这个泡菜是不是也得靠？那我现在算不算？我现在算他们煎饼吗？我现在是你俩煎饼。我没有一种可能里边没熟呢。熟了，你很想那个谁，全程看的。他推荐就比如说跟我说你们怎么有什么，你们有什么什么什么，真的每一个都抢的地方。他让我家说，你没进去吗？我说没进去。然后他说，嗯，他拉你进去吗？然后他说，那我拉你吧。然后我俩就把我接谁没拉？你再拉你。我盖了。没有。没有。对呀。真抱怨。那你去找他呀！今天我还跟他说，我说李丁跟你朋友都挺努力的，得让多关爱关爱你。
个人又不是不想干，就是真的想干嘛。讲完了，你才漂亮，我跟你说话都害羞。一开始那个照片，我觉得骗你吧，这咱敢跟他乱讲话吗？又来了，那个云豪，哎，这不是我朋友吗？姐姐，在这里，没有微信了，我操，是的，非常的油。男的手就应该是悄悄告诉你，这个指尖也擦不干净，这个指尖甚至还不如水晶。我能不接受，我能不接受，不然你帮我帮你。腿推推推。他说我拉你，然后过一会儿他说，哎呀，那我还是把这个明星推给你。他蹬过来，他说没有抱我。这是什么操作？你告诉我。你说的叫秋哥，这让我如何？这让我如何主动？让我做爸爸吧，行不行？让我做你爸爸，行不行？别这么说，我帮你二爸，行吗？我说你在二爸表面上去帮他，但你心里面一定要记住。那他昨天还是很生了个儿子，然后也没有不耐烦，一直在帮我解决问题。是你的，是你的。以后在学校，不知道谁欺负你了，没有你二爸做记号。但是这个量他，你怎么靠闻味儿来？我也在闻的，我没说教孩子这个是雪碧，但我们家好像没卖雪碧。哪儿有雪碧呀？你那还说了点，就是这个。做什么梦？日本都没有卖雪碧的。有啊，不列都就是雪碧。真的吗？吃了没文化。我的。没办法，没文化的亏。因为我不爱喝汽水。我的锅跑哪去？我通常都不会买汽水。锅。我那个鸡是只喝橙汁儿。你家小猫养的熟了，妈，你家小猫被黎明给拿走了。原来最近被他拿走，就最近养的，刚拿走。它长了多大只了？我也想去烤。那你连烤都去烤吗？烤的啥？你讲。这个感觉比较好，主要性格好。烤。一号，过来。你那发型弄乱了，他有啥发型？不是，咱就说烤金针菇都不放油的吗？那为什么先放？出来玩儿，对，放油。对，没啥事，为什么要吃呢？咱嘴里是什么？哎呀妈，掉了！他把我虾掉了。啊，能不能听懂我的意思？哪个不懂？对，我的。那中文、日文都听得懂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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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好，我先走。是吗？你看我们这里上，这个什么 emo？ 不是你这个，这是现在新潮流还是你自己创的？他不创，淘汰的。这个东西无理由。他是那个 emo 的，你待会儿一块儿唱。emo emo emo 主理人，跟那个 emo 差一点。应该是，但是你这身搭上哪个 emo 了？我这个是东京工地人 emo， 可以拿那个穿串那个铁签给你翻。当晚上就 emo， 怎么样？翻一下。当晚上就也很帅，就认真的，嗯，熟了。慢慢又自己的 style， 就网易云的，就网易云。东京工地人，不是，就是你要在这炒，就你这身给你来一个炒搭。我觉得那个铁签翻一下，再手上挺好。我这样，我觉得你这时候我给你设计一下，你这腋毛上拿个东西给系个小辫儿，系个小辫儿，知道吗？我看一下弄个什么现在。我跟你说，我的腋毛。你为什么一直在说你的腋毛？再给我这边来点油吧。怎么你那么小气的？今天不准吃油了。真的，再来点培根之类的，一股。我觉得这太阳都能把这烤熟了。这个太小了，是吧？